线指引灯，紧急状况时逃生出口指示灯会自动亮起，请你按照灯光指示路线到达您最近的紧急出口。逃生门的位置以及使用方法都有标志及说明，但在航程中不可任意触动。在您的座位两边设有安全带，基于民航法规规定，请在就座时务必系妥安全带，以维护您的安全。如果要打开安全带，只要将扣把解开即可。本班机全面禁止吸烟以及使用电子烟，在客舱内吸烟以及损毁洗手间内的烟雾侦测器是违法行为。客舱施压时，氧气面罩会自动落下，请您将面罩拉下，罩在鼻子与嘴部，以正常的方式呼吸，然后再协助他人。在座位或扶手下方备有救生衣，是两面都可以使用的。先将救生衣从头上套下，把后面的两条腰带拉到前面，扣在前面扣环上，拉紧腰带。儿童也可以穿着成人救生衣，只要将腰带穿过胯下，扣在前面扣环，再绕到背后系紧。救生衣前面有两个红色拉扣，当您要离开紧急出口时，请用力向下拉，救生衣就会自动充气。如果不能膨胀，在救生衣的两边夹层各有一条吹管，请直接向里面吹气，直到充满空气为止。所有救生衣内均有位置灯，在夜间着水时，只要拉掉扣环下方的黄色拉带即可启动位置灯。机上另备有婴儿救生衣，可提供婴儿使用。有关以上各项救生用具的详细说明以及紧急出口路线，请参阅座椅带前的旅客安全须知卡。现在我们准备起飞，请系好安全带，竖直椅背，守好桌子及脚踏垫。我们预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